知唔知道点嘅，系咁俾人逼啊！因为你逆线行车之余，仲想心存侥幸，企图继续行驶，最终被一架城巴不停响安之下倒车败走。社交平台流传一段约摸14秒嘅车 cam 片，拍摄嘅时间就喺星期四上昼嘅11点。当时片主揸车去到北角书局街行驶，并且停喺书局街同埋渣华道交界嘅灯位前面，影低上述嘅一幕。马路如虎口，出街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